哎、欸，现在进行创建新角色、配发各式道具活动，要确定建立创立角色吗？那个死勾引啊！角色蓝不足的缘故，你耍我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凯越，那欢迎收看今天的《艾尔之光》。OK， 今天《艾尔之光》艾特岛好像做了一些改动，然后艾特岛其实我不常玩啊。对，应该说，我除了副本跟 除了副本之外的东西啦。什么 PVP 像的东西，我几乎都不动的。各位也知道 PVP 神烂可以哦。OK， 那我们今天来看他改了什么东西哦。今天出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魔法衣柜。好像叫魔法衣柜是吧？那这个魔法衣柜呢，跟龙之谷的那个时装转换系统是很像的东西。对，那跟龙之谷不一样的是，龙之谷给你一个魔法纱线，让你自己去转你要的装的时装。但是艾尔之光是可以把你想要的时装的能力套用到另外一个时装上面去，所以等于是道具换道具，不像龙之谷是，不像龙之谷是道具转时装，然后艾尔之光则是时装转时装这样子啦。我觉得是艾尔之光这个比较好啊，我觉得。对 ，OK， 那我们就先进分流看看吧。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有做艾尔的这个改版介绍了哦。啊，虽然我也没什么钱啊，是不是？哎、欸，各位说是吧？啊，塔内湾奈，哪里么奈呢？塔内哈，可进入艾特岛哦。これすごい。然后为了艾特岛未完成的守护旗帜，还有这个艾特岛的全饰品全套一天哦。OK， 先来看一下这个吧。今天有出了一套还蛮不错的时装，我个人很喜欢，就是这个火焰索罗。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样子哦，就是我很喜欢这一套，它的市场超美的啦，哎、欸，这个超美的啦，跟上次天国那个有得比啊，我的天哪、啊，这个不好意思，哎、欸，我哦，看我想买了怎么办啊？好美哦，好想买哦，天哪，它的发型太酷啦！斯巴拉西，哎、欸，这么美，太酷啦！哇啊，太酷啦！哇，这条时装也太美了吧！干，太美了吧，这个！那画面太美丽，我不敢看。哇，哎、欸，太美了啦！太美了哦，好想买哦！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太想买了，干！天哪、啊，这个太棒了啊！黑猫的艾姐长怎样啊？欸，归位，然后这一套，哦，这是艾索德，不好意思，差点叫姐姐穿弟弟的衣服了。黑猫哦，不好看，好离开。哦，那个火焰索哦，好多哦，等一下。而且同一个人在干，好，搜寻，时装吧，没有人在卖 ，OK， 哇塞，哦，好想要，哦，怎么大家都在抽啊？干，我也好想要哦。好啦，那这个艾特岛呢？来玩玩看好了，是改版了是吧？哎、欸，艾特岛嘞，活动，不在这里，特殊，哦，赫尼尔时空这些都搬来这里了、哦，死鬼！赫尼尔时空听说也改了，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哦。那先去找一下老格吧，老格又死去哪里了？哦，可是而且我不知道我要说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音乐很棒，我觉得。哦，这个背景怎么这么美啊？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LV2 嘿，对，好像出了这个什么香仙萃取的样子哦。然后商店什么的没有变，但是制造的部分可以直接制作四次元了、哦，对吧、啊？就是变了很多这样子。关卡内没有做改动，所以说我也就不进去打了啦。英雄副本也改到这里来了，所以是随机的咯。而且它是班德之后才会有的地区啦，对，所以说英雄也没办法在这里选咯。那这个我们先进去这里面看看吧，它还有指南呢，设定战斗 UI， 目前所在位置就是这个黄线哦，
然后艾特岛魔力的全员 HP 是紫色的，这个是我军位置啊，看不懂，不好意思，我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啊，干，我们直接进去看看吧。干，我还真的看不懂这到底在讲什么欸。啊，那个魔法的那个衣柜是在哪里？哎呦，找到魔法衣橱哦。它是可以把那个外形转，就是能力转到某个外形上面去，是吧？头发，哎呦喂，它还可以预览呢，好酷哦！哦，六个人，来来来，打打看。来哟，今天来玩玩看这个新的艾特岛，那个すごいなこれ。哇，这一套太美了吧！哦，10秒后，所以现在是要怎么打？这是要干嘛？哇，连角色立刻就出来了！天哪，太酷了！哦哟，出来了，这是要打吗？哎，不能打。不然呢？哇，可以打攻击，可以打敌人了，可以打对面的了！哇，这个字，爱解释吧。啊！干！对不起。干！等一下，两个围殴，这样对吗？安尼刚丢。等一下，这样对吗？安尼刚丢。安尼刚丢，水啦！安尼刚丢，嘿。所以现在是怎样占领战是不是？这个东西要怎么攻击？这是要怎么攻击啦？哦，变回来了。哇，直接死掉是怎样？哦，又回来了。哦，所以是上下都可以走是吧？我干！我靠！而且超技是一开始就有那个冷却时间是吧？我靠！天哪！哦，有凶哦！这个，这是 NPC 吧？好凶哦！哦，死意啦！下面变成我们的了，再来去打上面的。哎，到这里是中立区域嘛，对不对？哎，他说中硕大力量在哪里？没看到啊！我靠！干！等一下！啊！我要死了！干！我就这样死掉了吗？那现在两方都是我们的。哦，这等于就是据点战的。哦靠腰，一上来就被打是怎样？干，这只雷文，等一下我要把他弄死。干！
我辛苦在你们下面，你们就是这样给我把他弄死了吗？哎呦，很会哦，很会哦！干，等一下，等一下！哎，那是巴奈斯哎，干，太酷了！很会哦，百人队长是不是？等一下！他说上面有那个，上面出那个东西了。我靠！哎、欸，他会自己攻击我们哦、喔。去死吧你们！干，统统给我去死吧！我靠，这一下有痛哦，这一下有痛哦！我要去站你下面的了，拜拜拜，你们加油！哎、欸，我来站你下面的啦！哇、哦，好多人哦 ！Die！ 你们都得死！剩一个！砍哪里了你？还有人吗？哦，没有了，变我们的了！我靠，换他砍了！干，等一下，哦哟，啊！干去哪里呀、啊？干回来哦！我靠，妈嘞，哪有这么痛的？哦，太爽啦！啊，好像输了，干！哦，所以是要补充能源到赢，是不是？哇，这个厉害了，这个有酷咯，这个有酷到哦，好酷哦，这个！干，我们再打一场看看好了。他刚好像有什么信寄到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感觉太酷啦，这个据点战啊，这个好像不错玩啊。坚毅连结，嘿，还有未完成的那个旗帜哦，来看一下哦。箱，哎、欸，背包不足哦。哇塞！哎、欸，说不定拿个卡蜜拉。所以我们要找卡蜜拉看看喽。等一下，哪里有卡蜜拉？哇，我刚好问了一个很智障的问题，哪里有卡蜜拉？黑肉，我来啦！其实他没有多黑啊。哎，月换是不是？也不是，升级也不是。没看到啊。制造。哦，还要这些东西哦。了解。再嘛，再玩一场看看。现在非副本开放时间哦，所以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哦。了解了解，不错啊，试玩了一场，我觉得个人还觉得还不错啊。一天哦，这个东西真的是坑人啊。啊，刚刚那个衣柜我还是有点看不太懂哎、欸。我看看哦。
隐藏我的时装嘛，先来看一下哦。所以他这边是可以让你自己看，说有什么时装的发型之类的是吗？暴走特工还不错看呢、啊。然后嘞，这个是我之前说想要买一直没有买的那个，然后还可以点，是不是？我靠，这是什么东西？太屌了吧，这个！哇塞，然后还可以把时装能力套用上去是吧？就是这个外形套用之类的。比如说登录这个很卡，此道具无法登录哦。目前好像只有开放一部分的时装哦，所以说我这个还不行登录这样子哦，啊，有点可惜哦。这把剑看起来还不错啊，红的也不错啊。哦，这一把好看，这把好看，我觉得啦。三小，哇塞！目前好像就只有开放商城卖的时装是吧？之后才会再有新的这样子。哇塞，感觉不错啊，但是好像是要钱的是吧？干没有，你怎么在这里？那家伙不是失业了吗？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哦，那应该是时装里面吧？还是没有人卖哦？干，真的假的？好吧，那今天的实况有点短，不过没有关系哦，试玩了一场艾特岛给大家看一下了哦。然后活动任务他会给这个东西有没有？然后还有这个哦，那他。最后就是再加十个这种东西的话，就可以制作那个旗帜哦。对，那个旗帜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哦。我个人不喜欢旗帜类型的当翅膀，我个人不太喜欢后面插一根东西到处跑，像那种环岛宝岛，然后那种后面有那个什么之类的旗帜，有嘞有嘞有嘞有那种感觉有没有？干有点台啊干，没有，个人不是很喜欢呐、啊。啊，看个人啊，见仁见智啊，有没有？不过他能力看起来不错啦，对吧、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实况虽然很短，但都先到这边结束啦。OK，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下方点个订阅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哦。那也可以到粉丝团来按个赞，推上一个追随，推人跟随。嗯哼，那就是这样子啦。OK， 那我们今天的艾尔之光之不知道来干嘛的艾特岛先到此结束啦。OK， 好、哦、想收这套时装哦。干，等一下，我要再看一次，我一定要再看一次。等一下。哇，我觉得这个火焰头饰突然变得很搭，你知道吗？哇塞，真的是太酷啦、啊！这个太酷啦、啊！这个太酷啦、啊！哇，这个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呢？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啦，感谢大家的收看啦，下回再见啦，哦，好好美哦，呵呵呵呵，大家拜拜哦，呵呵，好想买哦，可是我没钱了，呵呵呵，真的没钱了啦，哦。